岁月匆匆，时光总在忙碌中不经意的流泻，平安喜乐始终是生活里最大的祈愿。迎接新年到来，屏东县政府特别与县境各宗教团体合作，连续第三年于农历春节前共同举办以爱为名全民天福宗教团体联合祈福活动，为民众祈福，也为社会带来祝福和稳定的力量。屏东呢，在2015年开始，我们办办了所有的宗教的祈福，期待呢，还能为屏东、为台湾带来更大的福分。那透过各宗教的力量，透过各宗教大家共同的祈福，能够呢一同步同时展现屏东人的爱。包括在基督教、佛教，或是这个天主教，这个一贯道等等，这个所有的宗教呢都能够百花齐放，我们就期待的共同为屏东、为台湾带来一个新的平安喜乐的一年。首先登场的佛教祈福活动就由屏东县佛教会发起，在万峦乡万法寺透过庄严平和的诵经仪式，为全民祈求身心健康，为社会祝祷国泰民安。屏东县佛教会呢，那以祈福的法会，那用我们宗教来结合我们佛法生活化，同时呢，在我们今天为了要迎春接福，让我们所有的全民能够真福真慧，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恭送了佛说吉祥经。那我们吉祥经送完以后呢，我们还有举办了就是全民健康的路跑，那将我们的佛法结合在生活化，为使佛法更贴近人民的日常生活，这场佛教祈福仪式还特别结合路跑活动，吸引更多人一同响应，为自己的身心健康增添福气。在佛经里面谈到一个问题，如果多个善念的话，就可上升天堂，一个恶念的话会令人堕地狱啊。那么今天我们本寺以及我们屏东县佛教会举办这个路跑呢，都是完全善念，这个善念的共业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会使得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早上已经的祈福法会，那我们释建林法师呢特别爱好运动，除了传统法会以外呢，有重大法师为大家诵经祈福以外呢，这个仪式呢也特别呢结合了这个沿山公路的路跑，那也办了，也募集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让我们在地的特色，让爱好路跑的朋友既可以祈福，又可以健身路跑，所以呢特别来参加，来感谢呢我们屏东佛教会的大家重大法师的协助。包括县长潘孟安和台湾佛教会理事长如本法师都亲临会场为大家献上祝福。而在路跑前，主办单位也安排了教练带领大家进行简单的律动暖身。只见现场民众不论男女老幼都充满活力，准备迎接接下来的路跑挑战。3、2、1，
不同于一般人对于佛教仪式总是庄严肃穆的想象，主办这场祈福仪式的屏东县佛教会不仅办理路跑活动，还以园游会的方式安排众多摊位进驻，让参与路跑活动的民众可以免费享用餐点。而万法寺前广场更是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不仅佛寺外有设生肖灯笼让民众欣赏，佛寺内还有精心典藏的历代佛像，可以让大家来场文化之旅。我们万法寺它里面有石雕佛像，有木雕，还有一些泥塑。那石雕就是从我们的北魏、北齐、唐、宋，那泥塑就是这边，那边有泥塑，是从宋朝开始到元朝，然后到明朝。那清朝的话，就像这一尊是属于清朝，它年代是最近的。那后面有家彩，也是属于清朝，大概的年代就是有这一些。那里面有140尊可以参观。现在我们存世留在市面上的唐朝、宋朝特别稀少。这一尊是木雕，它是属于宋朝的造型，它的脸比较中性，那唐朝就比较饱满啊。那它是坐姿在坐。至于这尊经过考据源自唐朝的木雕佛像，由于这才保存不易，更是难能可贵的传世文物。像这尊唐朝的木雕佛像，它在我们市面上非常稀少。那你看我们这尊菩萨，它是长胡子的，它很少，它是属于男众像，然后它眼睛是装珠子。以前的木雕有的是用画的，你看它的眼睛里面是珠子的，然后它的坐姿很优美。然后你看它这个膝盖，这里的膝盖里面画了两块铜镜，这是唐朝的龙凤镜，这个是非常稀少的，而且可以印证它是唐朝的。各宗教团体祈福盛会接力展开，第二场则是位在玉皇宫的屏东县道教会祈福活动。由屏东县道教会所举办的祈福会，集结了县内各大庙宇前来共襄盛举。只见神桌上供奉着诸方神明，各庙宇代表轮流进行三献礼，以最虔诚的心祈佑地方平顺、人民安康。县长的本意啊，就是要来祈求咱屏东县所有的县民呢，会当讲事事无灾呢，大家不折有庆，会当来弄来一个大丰收的年安尼吼。这是咱道教，咱祈求咱的上苍、咱的玉皇大帝、大天尊，甲着咱的三清道祖啊，列为众神的来祈福啊，来保佑咱所有的国民会当迎接新的一年，啊会当大家拢来平安顺利。这是咱道教咱的祈福的宗旨。县长潘孟安也同样率领县府团队参与，手持清香为县民百姓祈求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安居乐业。
动金龙声响起。心情出片土地了，心地方心灵了，这关的就人尽在一切位，为父亲要跑动起出来，咱杨江特别甲咱道教会啊，特别来邀请咱的道长呢，啊，道士团呢，啊，透早八点开始吼，啊，咱过来做一个祈福的仪式安尼吼，啊，使到咱全关咱所有咱这个宗教会当拢会当合作，啊，大家拢会当祈求啊，关来爱平安安尼吼，这是咱这次咱道教的仪式，啊，以上隆重。啊，诶，科技呢，啊，来祈求上苍，啊，祈求三清道祖来守护咱所有的国民。整个道教祈福仪式在历经禀读述文焚化上达天听后终告圆满落幕，而县长潘孟安也带领所有与会信众一起念诵祈福文，为新的一年迎春纳福。由慈济基金会所举办的祈福活动则在县立体育馆接榜登场，吸引许多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手捧心灯，慈济的师兄师姐们在祥和的乐声中整齐有序地慢慢步入会场，将心灯一一传给在场民众，为一年一度的祈福活动揭开序幕。让我们一起虔诚唱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每年慈济在岁末年终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社区的岁末祝福，最主要是感恩在这一年当中的台湾的善心人士用心用爱的来关心这个社会所以会有一个就是由金色的师父来送给大家一个福惠红包来祝福大家。连续已经有两年跟屏东县政府来结合，因为县府也有一个理念，就是邀请各宗教团体一起在这样的一个岁末的时候，那大家一起来祈福希望在地能够平安。上人就有三个愿望，就是希望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所以呢，我们在这次的岁末祝福当中呢，也特别的把有一个父母恩重难报经里面去阐扬行善跟行孝的理念，把它融入当中，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参与的会众们呢一起来发一个对家里要行孝，然后对社会要行善的这样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大家一起来祈福，希望来年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感恩。
除了将祝福献予大家，主办单位也特别透过2016年慈济大藏经的播放，希望众人能够一同感受过去这一年间透过海内外的爱心汇聚，慈济志工到底做了哪些事，并继而启发更多人的投入。另外，慈济的师兄师姐们也特别演绎了父母恩重难报经，向大家传达行孝行善的重要性。世上的痴心父母都一样，为了儿女的成长，不惜将那轻盈的体态换丑颜。县长团队就任的时候，特别拜托顾兰师姐以及丽香师姐，在很短的时间，我们一直希望说所有宗教的人能为台湾、为屏东、为大家来祈福，带来大家心灵的稳定。因为宗教不但是净化人心，也是稳定民心，也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动力的泉源，也是社会稳定的力量。所以当大家投入的时候，我刚刚下整个坐在下面的感觉到非常的宁静，也非常感动。肯定慈济等宗教团体带来人心稳定的力量，感动上人行孝行善的信念。县长更表示，县府团队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同样的精神，透过政策达到相同的理念。刚刚主持人再三呼吁上人的这个所谓行孝所谓行善，那我跟我们吴副县长跟我们社会处一样，在替我们的职务来共同发挥上人的精神。我们把每一个社区关怀据点建构起来，让很多孤苦无依或是独居的老人就受到特别的照顾，或是让很多身障者，或是让很多健康者，或是亚健康者，我们都应该让在地这个安老在地有一个有尊严又快乐的晚年，这些也是行善行孝的一面。祈福活动的高潮当然就是由金舍师父发送福慧红包赐福给所有领取的民众。活动尾声则在金舍师父的带领下，众人一起点亮心灯，为自己也为家人设计，祈求更多的吉祥如意。
在众人的欢迎声中，县长抵达位于南州乡的金明宝宫，各宗教团体的祈福活动最后一棒则是交由一贯道来举行。以爱为名，全民天福，一贯道祈福法会法会开始。接下来由一贯道为我们呈现的是献供礼。作揖皈依，献香三炷，皈依，举眉齐，接，举眉齐叩首，神敬奉献，作揖，两边分班，对面作揖，放手鞠躬，献供礼毕。接着，包括县长和所有道亲都一起唱诵《弥勒真经》，希望这部经典在大家的齐诵之下，能为台湾带来更祥和富丽的一年。跟往年一样，每年都是由县府委托我们来举办这个祈福大会。那内容有我们点灯祈福，还有所有的人齐诵这个弥勒真经。因为现今不能让，也没有办法让这个灾劫没有，但是只有我们用内心的虔诚的心去祈求让上天来给我们消息更多的灾难。那最主要的，我们还是所有今天参与与会的将近有1000位都是吃素吃常斋的，这一种感力应该是很好的。献香全素，至尊至诚的万能真宰明明上帝，阮知影世界上无可能无灾难，但阮真虔诚地祈求恁，予阮伫灾难中学会晓珍惜、尊重生命，用爱减少劫灾。阮愿意学习孝顺父母、珍惜家人。阮愿意学习关怀众生、服务众生。县长潘孟安恭读述文，为县民祈福。除此之外，也与所有道亲一起行100叩首之礼。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100叩首，请。而在祈福仪式的尾声，众人也一一为手上的心灯点燃烛火，在心中默许愿望，为来年祈求安乐。点亮佛灯，点亮家庭伦理和谐的灯，点亮待人尊敬诚恳的心灯，点亮包容无为宽恕的心灯，点亮奉献牺牲服务的心灯，以乐观积极协与你，天上的果位等着您，天职的使命交给您，大道的见证开启您，愿全能的上天
赐福给您。除了满意祝福的点灯仪式外，在祈福仪式的最后，也以温馨感人的手语演出为祈福仪式画下完美句点。各位宗教团体的祈福，那能够当原来宗教团体的净化人心，或是从事慈善、环保、医疗、教育等等各类的工作呢，都能够透过各宗教团体大家一起合作，公司之间呢，大家一起为县或为台湾来做任何的事情。那因为各宗教团体有它的特色，都非常的国际化，那很多宗教团体也长期为台湾在全世界各地来奔走。那除了在县里面，那我们以县发起来做这样的祈福活动，期待我们屏东的透过各宗教团体的力量，能为未来带来新的一年是一个平安喜乐的一年，未来台湾是一个进步的一年。以爱为名，全民天福，屏东县各宗教团体联合祈福活动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三年。在屏东县佛教会、屏东县道教会、慈济慈善基金会屏东分会和一贯道屏东知会等宗教团体的接力祈福社会下，相信新的一年县民朋友一定可以迎来更多的平安喜乐，人人安居乐业，过好年。